感恩师傅，感感恩卢台长，嗯、呃，今天也是有缘呢。嗯、是我我先生告诉我，你今天肯定能够那个让抽到，今天、啊、真的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先生怎么这么厉害啊？我我,我也觉得他挺厉害的。<laughs> 嗯、他是什么台长啊？<laughs> 我相信呢，这是缘分呐。呃，我以前也没接触过，就是啊、呃，我就看了一些这些，呃，YouTube 看了一些，YouTube, 哎哎，我我也就好奇，嗯、呃，在想说问什么，我说我没想好啊，我说，呃，我最后一个吧。那么我，那最后还是最爱的是孩子吧，我、呃、我就看看孩子的身体啊和学习啊和未来。嗯 我就告诉你呀、啊，就你这个人啊，嗯、我我就讲你几句吧，嗯、先讲你几句吧。好、嗯，你你这个人呐、啊，我告诉，你，年轻的时候运程好，年纪大的时候运程就走差了。嗯、听得懂吗？嗯哦、而且你要特别当心啊，嗯、你内心和外心都是不一样的。哦、你内心非常啊忧虑啊孤独啊，但是你外表呢是给人家一种啊非常阳光。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学佛之后啊，要里、啊、外要一样啊，否则会伤你的内心的。对，没错的，我是应该 open 的啊。<laughs> 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啊、嗯。女人很能干，但是呢，嗯、要学会呢，慢慢的怎么样能够如理如法的做人。有时候不要伤害自己太深，啊、为了别人伤害自己也不好啊。是啊，我。对不对呀、啊？<就>你这个人就是情愿为了别人伤害自己的人呢、啊。 对不对呀？以后要学会放松了。对呀，但是但是台长告诉你呢人家对你好，你对人家好的不得了；人家对你不好，你表面上哎呀没关系了。我心里也生气了。听得懂吗？我全知道。明白了吗？看看你孩子吧，赶快讲吧。啊，我孩子是二零零八年属鼠的，现在十岁。二零零八年属老鼠是吧？啊。 嗯，男的女的？男孩儿。嗯，还可以啊。他挺聪明，也。很聪明啊，没什么问题啊。就是我告诉你，就是贪玩呀。呃，是的。啊，非常贪玩，喜欢玩游戏啊。呃，玩玩具啊，啊都喜欢。但是他学习还没落下来。没有。啊，很好。那就好。啊，你们家也没什么大问题。嗯，好吧。太谢谢了。啊，就是家，就是你们家怎么有一个像壁炉一样的东西啊？ 在进大门呐、啊，哦、里边那个房间有一个像壁炉一样的一个洞啊，就贴在<哪>贴在墙上有没有东西啊？一进门是右边还右边？左边左边。左边,左边是一个窗户，它是一个,一个窗户是吧？呃、一个小窗户。是不是封掉的窗户啊？它是封掉的窗户不，不不可以开的，嗯。<laughs> 那这个要怎么做呢？怎么做？完全把它封掉。 OK，听得懂吗？嗯、好了，已经有鬼藏在里边了。嗯、对不起，已经有灵性藏在里边了。啊、<laughs> 我我就觉得嘛，啊，是不是？现在知道了吗？啊、回到家有冷飕飕的一个感觉。我感觉我就是我浑身疼，有时候，所以呢，我先生还做了一个桑拿，在楼下，我也没那么多。你不敢下去，听得懂了吗？了我告诉你，你从这个窗户看一看。啊，你你们谁要是不相信，台长叫你们做个实验。嗯 谁说要不相信的？嗯、我告诉你，你把家里弄得漆黑一片，然后呢，把灯开一开，就不要日光灯啊，啪一下子将这种灯啊一开，然后再关掉，再一开，再关掉，第三次到第五次的时候，等你把灯光一关掉，一个鬼影就在那里，你试试看。 我我就把它用个木板挡着就行了，还是怎么？挡挡了，你把它封掉，最好找找个泥水匠,泥水匠把它封掉。对，它是那房子是彩色玻璃的，确、就、实、是，所以它。听得懂了吗？当时,当时没有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我现在看到的、嗯、你，我刚刚看图腾是一个洞，这个洞里边很深，你表面上看没深，但是我看很深，就是一个鬼藏、嗯、那个灵性藏在里边。 我信呢，我就觉得。所以你不信，你冲他多看几眼，你浑身就。哇哦！听得懂了吗？那我就把他封死就好。其他还有房子有什么不好的吗？我讲，你先生在不在这里啊？我先生今天没来。他，我应该带他来啊。不过他忙了，他说他他害怕。他没进来是吧？他他说呃没有来。没进来是吧？没有没进来，我讲给你听好吧？好的。就你你有身上有孩子，掉过孩子。 哦，你说是我是吧？对，哦，对我有，嗯嗯，我老实一点啊。我在我第一次婚姻的时候有过流产啊，嗯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在你身上啊，把它念掉啊，在我身上是吧？你们你们没你们你们是没碰到高人呢，台长，你们今天都看见了吗所以我可能就是有时候也身体不是太好。对啦，OK，那我怎么念呢？你怎么念你就。 问他们工修组啊，念小房子很重要的，明白了吗？还有啊，弄张山水画贴在，就算泥水匠把它封好之后，没封之前，现在让山水画先贴在那里。那个山水画贴在那里，贴在那个洞这里，先不要让它走进走出了，就把它封在这个灵性封在里面。他只是有时候来，有时候走，并没在家里待着，就在你家里待着。我听懂了吗？可怕的，非常可怕，你看不见。 明白了吗？好了<的>，还有要记住，跟你老公两个人要相敬如宾。你跟他讲话要少一点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命很硬的，他会被你克的。<laughs> 听得懂了吗？<laughs> 所以他不在，我才敢讲；他在我，就说他克你。那我我我很我很照顾他情绪的。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。o k 命中相克，并不是说你照顾他，你很爱。很多夫妻两个人好的不得了，梁山伯、祝英台好的不得了，最后。怪我了。命中相克，活不好不了一起的。那我身体没什么事吧？他身体。你就是妇科。啊，妇科。啊，妇科很不好的。那怎么办？ 你自己好好调节呀、啊，哦、吃点吃点那个补的西洋参啊、<血>菠菜啊，都是补血的。然后自己要念要念大悲咒多一点，心经、嗯、念二十一遍，大悲咒念四十九遍。好，他们会帮你记的，好吗？谢谢 <laughs> 谢谢。谢谢 <laughs> 你其实人很聪明，你是个才女。我只能讲到这里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曾经创造过很大的一个业绩。是的，反正是我都。 我也不觉着了，都是为为别人了，那为别人吧。明白了吗？啊，那我好了，乖一点了，好好念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吧。嗯嗯，那就是我就是有时睡眠不好，这个也得念对吧？睡眠平时就是睡眠不好啊。睡眠不好，你你睡觉的时候啊，你拿个手啊，这个按着这个这地方，你按一下之前太阳穴。 你这两个地方都是黑气，你把这个太阳穴这么按两下，好吗？好的，你就会好起来了。谢谢，我非常崇拜。啊，每一天，嗯，每一天要念，睡觉之前念七遍大悲咒。好的。灵性离你而去，你就很好睡觉了。好，谢谢。就是以后就是，我希望就是平平安安。谢谢谢谢。人有时候平平安安就是福气的。对，我是这样认为的。谢谢谢谢。好了。